I suppose it's time to face my brother. Brother? After that? I don't k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ve had a choice. 哎呀，两个和好了。 Let me live with that for a moment. 没办法，如果他们两个不和好，一定有悲剧的。我晚饭了，不要高尔夫球就好了啊。等等啊，我在上一集的时候有看到一个观众的留言，就是他的技能，原来我没有留意啊，之前他教学的时候。 就是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技能用到它，它已经满的时候，就可以装模组的。你看这个刚刚已经满了，这个按下这个斧头的这个，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扇个技能里面选择装，说要装哪一个大幅度提升这个涌动的充能。这涌动的充能就是它充满了之后，就是你每次打怪充满了之后就可以用这个技能，就是让你的斧头会附魔。哇，这个超强啊！这个我看这个技能我来加这个吧。哇，这个也要用经验值哦，1000哦，我的标哎！你看这些都还没有用满呢，这个差不多了，这个。 这些全部要用满了，买一下这个吧，长按的。就是我瞄的时候本来是丢不了嘛，这个长按之后，丢，哦，提升伤害，直接买了2000多经验值，我不是很来升大招了吗？我这个要来做魔的，忘记哦。哎，这个双刀了也是满了，拉像自己，这就可以装了嘛。这个时候啊，软武的充能是什么？ 就是这个双刀也是有一个大招啊，应该还没解啊。哎，这个双刀也是有啊。哇哇，就是这段时间打人全部着火，什么时候解三等哦？这是我之前装的，我之前他教学第一次教学的时候，我装的这个模组，这招我已经升满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装了这个染武技能没有解锁啊。 所以我装这个模组就是来浪费我的洗衣杆，应该装这个燃烧，这个烧久一点。这个时候如果换了，哦，可以换了。我只要一装了一个模组之后，下次换就不用再用技能点了，不用经验值。这个是上一集刚解锁的这一个古石，我原本是这个加伤害的嘛，这加伤害我已经升到3等了，但是我没有用到这个，我只有在打 boss 用，丢了没有鬼用，等下我们来试试看啊。 然后这个，哎呦，他明明他这张图里面写的哈，伤害好像很高样子，可是为什么我打起来感觉没有什么鬼屁用的？很鸡哦，我还是觉得这招比较好用哎。<笑>这个呢，强力攻击，哦，可是伤害好低哦，可是 CD 很短呢，我可以升的吗？对呀、啊。 这个它有击飞效果吗？这个也是有打飞，这强入强。嘣！哇哦，先用回这个先吧。重攻击到现在还没有解锁，我也是有看到留言说老吴你的这个东西没装，没有它的这个魔法重魔法一个都没拿到，轻的只有这里面有4个可以选一个而已。另外这个卡妹卡妹哈，我上集拿的时候没有给你们看，你去看吧。 装一下吧，这伤害比较低一点，可是有昏迷值哎，有昏迷值OK啊，就是到昏迷值满的时候，我按 R3 可以抓它。那这里不要做一个传送门给我吗？他要我走回去啊？喂，很长哎，这条路。Kratos, I see something. We can take this way back to the camp. 我可以啊。I can help with the vines. 啊，要它？哦？ 就是有这个东西要它才可以吗？等下啊，我看到这边很多宝箱，我不打掉我晚上睡不着啊喂。另外还有一个设定叫做什么导航辅助啊，就是我一按，它会把我的人标去我要走的地方，因为它这一代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上面的那个它那个指南针啊很难看的，我感觉不知道，就是现在我按R3。 我人就会直接飘进那边了。
这样说我知道这里是主线的地方，然后可能这里走这里会有宝物什么的。这个辅助打开它可是蛮好用啊。这是什么？然后 Now embed your blades into the glowing vines and light it. 啊，这个时候就是他要先 open to your return. Oh, I'm sure he'd love nothing more than for everything to. 这个关卡前面有吗？第二次我来这个关卡，我怎么要用这个女子还是用我的 boy 呢？啊，这个女子跟我这个 Midos 蛮配合。不知道很多的什么招数吗？可以强化我的我，那么好了，根本就是女朋友的那种概念。有那个石头，就是要打架的感觉。哇，很多偶啊。这么你、哇，这什么来着？不知道。哇，他也是射箭的哦，什么意思？结冰会射出这个弓箭触发元素爆炸哦，这两个是真的配哦。什么鬼来的？他就是那个响的那个。喂，喂，来下面。哇，元素爆炸哦！喂，我知道。哦，我要死啊！哦。啊！我要多用一点不一样技能。我要解锁魔族啊！It's not as though I want to be angry with Freyr. He's my brother. H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world to me for half my life. 可以冰他。有宝箱。哎，完成了同级。同级是还没有解是吗？哦，不是啊，就是你打那些东西，打那些植物啊，它有很多的那种小目标，用斧头打那个东西。哎呦，现在才看到我自己，自己才搞懂怎么玩了这款。哦，我老吴，要怎么打两个？问题是我怎么冰两个呢？哦，冰不到两个。Now the sigil should hold the frost, even in the axe's absence. 就是配合他的弓箭呢、啊。喂喂喂，坐坐坐坐坐坐就好了。你看、啊，我按 R 三，他现在看到那边了。这样说，这里有东西啊。这个辅助 OK 啊。不升？为什么升呢？哦，打宝物。圆圈可移中什么？使用中的。什么意思？就是移除我刚才冰植物的那个东西是吗？好像是啊，你看啊，我设一个先，啊，在这边嘛，按了 L2 跟圆圈，它就会解掉了。哦，这什么？然后，好，连，我甩住，哎，哇，打不到了。我先冰住他是吗？应该是啊，要用他的，用他的箭射一下才可以打。哇哦！要不然我劈不到了，射他箭的时候。哇，他这带很多东西安哦。Could I ever think of this place as home again? 很多东西安哦。That's happened. 我打个比方啊，你们不要看了，直接 skip 啊，放时间上面，你看啊。我按 L 出箭瞄准嘛，这个时候我按 R 弯丢出去，然后三角形回来，按 R 突强力攻击，三角形回来，长按 L 弯，他妈他又另外一个技能了、啊，这个结冰了，长按 L 突，是另外一个技能了、啊，同样按着这个瞄准的时候按正方形。
叫它设这个什么框，按着 L2 按圆圈解锁这个，现在才解 L1 L2 不了啊。我们来看啊 L1 啊， L1 是盾，按一次按这是打，按两次是盾攻击。你按着 L1 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萤幕下面的那个画面改了吗？还有写那个技能了吗？这时候按圆圈是触这个古石，就是增强攻击力啊，还是触这个什么键的？按着 L1 的时候按 R1 就是触那个冰斧头的这个轻斧纹，就是它的技能啊，那个蓝色那个。然后这个冰啊，你打到那个斧头满的时候，有一个斧魔攻击是 L1 加三角形。 OK， 现在讲完了 L1 了啊，现在我们讲 R2 啊。 R2 是重攻击，是重攻击长按，这个劈到人可以拿它丢。 R1 轻攻击，长按 RL1。 OK， 上面的键讲完了，我们讲正方形啊。正方形是这个你的伙伴的技能，你按一次还是点一次，就是我在我还在反在打怪的时候啊，要出什么技能要挡的时候，我要一直按正方形。长按正方形它有时候会结，长按正方形它的伙伴还有别的技能。三角形就是长按的时候它会这个冰，这个冰冰完的时候它的技能啊还会不一样了，你按 L1 它就不一样了，看了吗？冰完按 R 重攻击就不一样了啊。现在圆圈，圆圈是捡东西啊，那个还好。打叉闪躲键，就是有怪来我要这边闪那边闪，要按叉。然后大招 L3 跟 R3 这个遥控按下去。 OK， 我现在讲完了，现在讲完斧头了，还有双刀。双刀要按这个 T-pad 的这个左键，按这个左边按了哦，他就换双刀了。然后技能全部刚才讲了一轮又新的一 set 了。哇，这款游戏真的是就是这个时候我打我按三角形结冰，然后打他结冰之后我要按 T-pad 按左边换双刀。这个时候这个双刀的充能不是长按三角形了，你要点三角形连点，连点充能。这个时候他就是说别一 set， 就是很多时候我在打的时候太多东西要赶的时候，你就来不及想说哦，我要出什么技能，这个需要时间磨练，是学完是很有挑战性的。这是一个，诶，这个可以用了吗？ We don't have the equipment for this。 哦，这个还不行哦，我不让你以为啊，这款游戏哇，这一代真的是它一样战斗系统，可是一堆东西按哦。再配上我这个老人家手速。 Skull and Hottie are in Vanaheim? We learned the giants rescued them from Odin and brought them here. And look, the sunlight wakes the sleeping roots. See how they stretch to welcome the sun? Beautiful, no? A far cry from the sheets of Midgard snow I've grown accustomed to. The Eastern migration.It's just as I remember it. At least the whole realm hasn't fallen to predators and occupiers. I guess there's still something to be fought for here. Something to defend even after so much damage has been done. Maybe that goes for Freyr, too. Wow.就绕回之前那边。哎呦，这有什么？这有什么了？不知道。这怎么？打不了了。兵又兵不到了。嗯，这还有一个大个的我。怪怪的这个。Kratos, I see something.You teach me, ah, how, ah? You won't be able to damage it without destroying the mother. Mother? It's a large bulbous thing. You can't miss it. Eh? How? 前面那个也烧掉了吗？前面也烧掉了我。哦。还要找这个大颗。我的阿三到了左那边，看这里哪东西。嗯？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but giants definitely crafted it. There's two wolves represented here. Perhaps a connection to our friends in the sky. A mystery for another time. 什么鬼啊，下次还要再回来啊，这里一定啊，我那个黄色那个封了，这怎么解，到现在解不了，有一点的。 My sigils can break through their shields. 哇，解了。Thank you 啊。 哇 ，good 哦。喂，这么多，什么东西？哇，鬼啊，从哪飞过来啊？ 去找到弟弟，又回去那个村庄那边了。哎，又回来了吧？哦，那边有一个。 Now how to get across? I know 啦 ，You should talk it first。哇，这什么鬼啊？在河上的物体放置相连，放置相连体积，这一次。 这时候我点这里，哇，这样子啊，它可以射多少个？是多少个？是，哦，三个不了，三个最多。哇，这个很多元素，这一代的战斗很丰富哦，很强哦，这一代它的战斗。 牛逼，这个设计！哎，偷偷过去，偷偷过去你的头啊！长按，然后呢？他射毒箭哦，是吧？ 我要去看那个技能，等一下，L1加R1，卡没卡没，哈，嘿嘿嘿，看另外一个啊，这个丢过去什么？我会绑住它，这打弹珠的还好用吧？这个是那个古石，等一下，这古石这个技能，就是我丢过去会绑着它，升级后会丢的数量会增加。 它是怎么样都不可能比这个加伤害的好用啊！加伤害不是打，魔术不能用哦。知道。Ready? As I ever will be. 要面对他弟弟啊！No. It really is you. You've returned to us at last. Yes. Let's celebrate. You reclaim the throne. We'll rebuild. Me and you against the world, huh? Just like the old days. I'm. 我金盆洗手了. I don't understand. Stop. 哇，那个蓝色宝箱. You're here. Maybe together we can take back what's ours. I only just got back what's mine. I still have work to do. You've seen what's left of the realm, right? Do we really mean that little to you? You question my loyalty? Vanaheim turned its back on me. Oh, you still can't let go of that old fight. It was my duty. To save as many of our people as possible, my responsibility. One you didn't take seriously then, and from the looks of it, one you don't now. You think this is a game to me? Yeah. We lost everything to that maniac you called husband.
The man's family set me on fire. How did you expect me to react? Like my brother! Like the boy that used to have my back no matter what! And who I always supported no matter how selfish his choices. I expected you to come and find me. That no matter how hurt or angry, you wouldn't abandon me when I needed you the most. Freya, please. I thought you were dead. I've had to live lifetimes with those last awful words I said to you. Have any idea what that's like? Knowing that your own selfishness hurt the person that you cared about the most. Abandon you. Oh, Freya. I mourned you. Hey, 摸哪里？ Missed you so much. 摸哪里？ And are you angry? Go 了，不要了，不要再摸了。 But I won't bind myself to another realm when I finally have my freedom. I'll send help, though. And I will come back. I promise. 他跟着我了啊。 This hasn't been your home for a long time, has it? Do what you gotta do. All right, that's enough. Ain't y'all got nothing better to do than gawking at family sorting squabbles? Come on, you two. Not you. Got a few things to square with y'all. First is you collecting your spare heads. 给不要嘛。 Second is that sigil magic I smell on your bow. Reckon that's an idea. 抄袭那个主意，这什么鬼？ How about I set you up with some sonic? 加点声波魔法。 Call it a trade. Very well. 鬼。 Third of all, if you ain't staying here, bears mentioning that Sindri and I find ourselves running a flophouse for unemployed gods. 什么？ If you're done freezing your backside off in Midgard, maybe come back with Beardo there. Check up on your old pal, Tyr. That's kind of you, Brock. I may do just that. 声波已注入。 All right, then. I'll meet y'all back at the house. Lesson you want me to fix anything up first. You're not off without me now, brother. 哦，这个是捡 捡那个遗失东西的箱啊。 Well, brother, here to meet our new allies, or shall we depart? You gonna lurk all day, or we gonna do something? 当然是do something啊。 Excuse me, can y'all stop and help a lady out, please? Do something, 就是支线了。 What is it? Yeah, I spent a lot of time tinkering up and down the river delta. Once Odin's army came to town, I lit out of there faster than a tassel worm with its bottom ablaze. So frazzled, I accidentally left behind a few irreplaceables. What irreplaceables? Well, just one, really. An orb. I'd be mighty grateful if you would find it. What is it? And if you come across any of my old, beautifully rusted armor pieces, I'll use the scrap to whip up something specially suited just for you. 找素材，然后解新装备。 Just bring it back there, and you'll make me...
神秘的球, oh, and don't forget to keep an eye out for my old armor. I'll fix it up for you. Free charge! What sort of orb do you imagine we're looking for, brother? I do not know. Wow! 我这个冰的又可以生, 我要生火的勒! 怎么他一直跟我加这个冰的? 先做做这个吧, 反正是用钱吧, 2000多块。 下一个是什么? 哇, 还可以再生哦。 我23哦, 再生。 用完我的这个实木了, 我这个实木很少耶。 还有双刀啊, 哇, 双刀也可以生了, 哇! 双刀可以解锁了, 哇, 双刀也有一个是什么? 抓住的时候会获得力量。 我现在这个双刀的手柄就是燃烧时候加伤害, 你看又是这个实木, 有没有地方可以给我刷实木啊? 听说很好用耶, 这个是唯一可以挡这个黄色框的, 原来黄色框是不能挡的, 我先升一级先啊。 二级也是需要这种chip的素材, 哇, 四等的话就要这个了, 什么了, 金属什么了, 这个别了, 完美隔挡会眩晕哦, 这个会把它弹开, 这个只是按住的时候, 连黄色就可以挡, 就是看你想要哪种啊, 试试看啊, 盔甲有一个5等的, 侧手空拳完美格挡, 会有高距离, 哇, 我这个不知道什么来的, 需要这个什么轮毯, 这应该是刚才他讲的那个支线拿了吧, 我看人推荐是用这个, 就是人家昏迷的时候, 我抓他, 我会回血的, 先升一等好了, 下一集是什么? 矮人钢铁不当啊, 矮人钢铁, 你看啊, 全部啊, 升到一定的阶段, 3等之后要升4斗, 全部矮人钢铁, 问题是我这个原本我现在用的就加好多哦, 他的那个数值你看, 力量又加34加20,50多, 又加符文又加运气, 看起来就不想换了, 你知道吗? 34啊, 力量, 这个弯甲也有5等的, 也是应该是要破这个支线的, 近战会有中毒哦, 这也是一个5等的, 中毒啊, 这个就是来装那个上一集解锁的东西啊，这全部用钱买的哦，这加运气加防御，增加失明和眩晕的抗性，这个吧，防御吧，哇，还有高级复活石哦，这个是回复大量血的，3000哦，我就要先卖掉目前使用的石头，就是我这个要用掉它，我这个二选一，支线不是在这张图啊，有的下面。 Your alliance is unusual. I think what Kratos is trying to say is he's never seen a light elf and dark elf work together. It's a welcome sight. Hopefully one day, a common one. Mimir tells me you're something of an adventurer. Should you ever find your way to the Forbidden Sands in Alfheim? Contested territory, past the Barrens. There are rumors of a sanctum. And artifacts our elders don't want us to see. Anything that sheds light on our suppressed history would benefit all of Alfheim. Uncovering secret history? Sounds like my kind of adventure. Knowledge of the elves' common ancestry is what brought us together. Stories of Alfheim before the division of light and dark, it's very taboo. Didn't stop you from spreading word of it. Which is how you ended up in prison. Where she and I met. As enemies, naturally, but escaped as friends. More than friends. You can stop talking. Okay. Good luck out there. 后面那个去不了那宝箱. Not against you. 哦, 2500. Either of you. 哎, 他也有什么吗? 哇哦! 就是他的意思, 我解了这个弓箭, 我就不需要, 不需要boy的吗? 因为他好像一样的。 哇，这什么来的符文？ 哇，他也有技能树啊！ 哇，夸张哦，难怪那么多评价，那10分满分啊！我先一个一个看啊，这个呢，从地上召唤这个藤蔓，可以绑住它，这个呢，绑住的时间更长。OK，这个呢？
捉倒下的敌人会释放毒素。这个呢格外的伤害啊，就是普通的剑，这应该可以先升。这个呢声波的范围，哇，射了会嘣，范围更广，这个状态更高。这是什么？爆发的范围更大。OK， 这个呢？哇，进入女神状态。可是他什么时候他自己变的吗？他又没有说用什么技能，应该他自己变的。难道我之后也可以用他？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啊，变得更强悍，完美格挡哦。这个剑的那个伤害比较多，是用这个剑呢、啊。哎，先升这个，这个也升吧。你这爆炸了吧？盔甲哇，他自己又有一套哦，只是外观啊，当然是这套啦喂，配件哇，他、哦、也是跟阿伯一样的，可以装这些配件的，配件是一样的，这是 NPC 这些伙伴的那个配件是一样的，可以共享。哪里啊？那个支线，两个支线，要找到那个门先吧。哎，这个可以解了吗？这个是用它。This lock is different from others you might know. You'll need an enchantment on your chisel to use it. 哦，终于有一个东西可以解的。Go ahead, carve the letter. 哈，还要 carve 三小？怎么 carve？ 画一条线罢了嘛。然后 ，Suna. It's an incantation. I'll speak it. Suna. Suna.Tsunami. Lovely. Working together is already opening doors for us. Is he always making puns like that? 哦，杀到对面这个啊，等等啊，我要怎么把它连过来呢 ？My sigil arrow should help with those vines. Oh no. 这样子可以吗？哦，好像炸不到。可以，可以，可以。射了你，你不是有了吗？哦，绿色的长按了，哦，还要切换哦，哦，我拿他给用阿伯的那个剑呢。Looks like sandstone. 哇，还要按上下，哦，不是上下，上不了，你只可以按 T-pad 的上换不了。这样说还有一个剑下，完了，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换了。应该是另外一把武器啊，因为左是换双刀，右是换斧头，现在上是换这个伙伴的剑，还有一个下。这个游戏的，控制真的是牛逼啊！He sleeps in a broom closet now, but he's adjusting. How did you find him?Largely, that's down to Atreus having figured out how to access the prophecies giants reserved for their own kind. We only learned of it ourselves after Thor and Odin came calling. To your home? Is it still standing? Barely. But all the violence was seemingly just a distraction to let Odin have a private word with Atreus. Odin was alone with your son? Did he tell you what they spoke of? Yes. He said that Odin invited him to Asgard.To help him find his answers. The answers he's rushing into fate in search of. That's troubling. If you're ready to talk to him, the Mystic Gateway is ahead. If not, I have some unfinished business up this river I could use your help with. Or we can follow up on that Elven Sanctum out in Alfheim's Desert. If you want to continue exploring, we'll need to remove that log in the river. Okay. What is this?The crest of Skirnir, never quite as smart as he thought. 这边是去祖先呢，就是我要把那个木烧掉，应该是去支线那边了。是。Good, we can explore the river now. Let's go. 哇哦！所以没有得用阿伯的嘛 ，boy. I miss you, boy.哎呦，这里要去哪？等等啊，都撸啊喂，都是走啊，这款真的是很耐玩哦，它比上一代强很多。
就说了嘛，他少了，设计这个游戏如何的玩法的时间，他就是来弄更多的图，弄更多的战斗上面的更丰富和玩法。What is your unfinished business? I left something behind near the falls. Your wedding site. Now, why do you want to be going back there? To be free of the bonds of my marriage and to Asgard.I think you severed that a long time ago. 对哦 Not completely. 还不够完全 Guide us. 哇，他还有另外一个支线呢、啊，这不是这个封住了咋办呢、啊？喂，这里面有一个哎，你姐，你姐，啊，这个游戏啊，你就是在过关的过程呢、啊。哎，这是刚才那边呢、啊。这里回去那个村庄了，就是一个 shortcut 不了啊！这里，嗯，哇，哇 ！My people settled this. 是，这是个之前的地方啊，不是，宁波，没有这些面呢、啊，哇 ！Many ages ago.Thousands traveled it on pilgrimage to the shrine of worship. But then the Aesir came. 先搞到只鸟吧。This is all it's like. 一直有动物看到我的，怎么下来呢？哦，这应该是对面打过来的。无声，无声。我们这次往右走吧，往右边逛一圈哦。Reavers, of course. What reaver? 哦，这个我们一路来都在打的，这啥？嗯？要用这个他的剑，抚摸了才可以包了。很大哦，这里。Patience is power.无声，无声，就是去另外一边了，先上去吧。哇，要烧啊！对火焰发射箭会造成爆。为什么我射了？哦，就是准准射在那个火那边，他的箭就可以什么了。哇、wow. 哦、哎！哎呦！鬼呀呢？什么鬼呀？哎呦，这个要帮他们补血，要看那种。Be ready. 哈哈哈哈哈哈！啥子？那个鸟在哪呀？上面怎么过？这什么鬼？哦、oh? ，something hanging from that tree above us。哦，给活过去哟、哦！你看，安全给活过去了。这是去哪里？当然这图难看呢，这图不能放大了，这是最近了哦。嗯，等等啊，有点，我先上去看。刚才我过来的，这里应该没什么了。那，哦，那边一个宝物，我们先杀了这个，再过去对面吧。这个啊，要怎么烧呢？最上面呢？这里我也是接不了哎，接得到吗？接不到，再过去先吧。哦，哦，拉左拉右就好了吧？这不是过来对面的吧？哎，我把火传去另外一边。OK， 两个，这个时候第三个，这样子不好弄啊。哎呀！哎，拉错边了。
他应该也是会过去的吧？喂，啊，啥啥啥啥，然后这个时候射他一把，嘣 ！Looks like that worked. OK。哎 ，OK， 我要先解了这个，我要等什么老吴？喂，有威霆，等榴莲跌下来吗？哇，五等了，斧头配件哦，这是什么？每次成功了，蛇之诱捕，灭了个蛇之诱捕啊，灭技能那个。哎，我这个技能拉过来了，满了哦。装啥呢？伤害提升吗？让这个。哎，对哦，我已经解锁了，我忘记了。这样是冲人吧？这个我解锁了，直接什么了？这个充满的时候，我就可以出大这个双刀了，怎么了？这呢？大幅提升伤害，这是打地上了。这个蛮好用。这个呢？也是，这两个都是加伤害啊。哇，终结技哦！哇，切！哇！妈的，玩 Monster Hunter 这样哦，三千了，难怪啦！哎呦嘞呀，我的大招，我这神一招八千，我应该感觉先留着这个，我升一个吧。这个双刀的这个打地上伤害高一点的，就砰，还会造成大幅的伤害。留八千，哇，八千很久啊，八千啊，大我到现在还没有解锁可以刷等的东西吗？到位。十八个了，应该可以回去。哪一个是什么蛇之诱捕啊？我找不到了，没有的啊，找到了，蛇之诱捕就是长按，抓住它丢过去的时候这一招。哎，我的斧头也剩了，看看解了什么啊？轻攻击结束后，哇，这个什么鬼来呀？按下，然后最后一个阿兔，哇，这个很帅哦，一两千哦，又说要留八千，留不了啊！暂停之后，哇，卖老嘞个异地耶，哎。厕所空拳，这个我一直很想升呢，就是我把斧头丢过去之后，空手的时候招回来，这是什么？冲刺时按三，哦，直接发动哦，就是我不用一直在这边按三角形，跑的时候就可以冲了，还可以打他一下。这个吧，先升吧，不管呢。哈哈哈哈，最后一下三次。所以就是我每次用这个斧头抓人的时候还会回血啊。这一个它差别跟我这个的话，哦，防御完全没有了，而且力量又更低一点。这蛮好用的，就是它打到最后一下会有一个光波过去的矛盾。所以要走另外一边这里的船呢，继续往右走啊，这个。这里右就进去了哦。哎呀，先往右走了，不管了。Well, lady, I was curious about some of the flora we've encountered on our travels. And you will remain curious. It's not my job to teach you everything, Mimir. Look, I was just asking. And you have been told. Oh, you can say that again. Wow, 运气云，这感觉是去另外一区哦，喂。好啦，我们走完前面那边先吧。Freya, can't you remember anything about what Hrimthur the Stonemason's son said to you after building Asgard's wall? Oh yes. One of the many occasions Odin saw fit to involve me in a wager without my consent. I wish I could say that was the worst of his husbandly habits. What wager?I've told this story, brother. And now she may tell her own. But we will speak of this later. 很多路啊，这个地形。This crest belonged to Odin, a peace offering from my people, and a waste of good work. 哦，文物啊！哦呦，
哇，老已经忘记你了啊喂。这什么鬼来的？这什么鬼来的？ What's this? 哇，武等，你不是吧？武等哦。哇，这么难打的，这么难打的，哦，哎，死了吗？喂，他的地形我已经乱了，他这样子，这是哪里？有点晕。因为最主要它的图不能放大，所以我很难看我现在目前的进度走到哪里。灭你个耳朵！啊，灭一息！我再按多一次，它又出来了吗？可是问题是加70多经验。哦，不是，就是我要先打死。哎，这旁边。感觉可以烧过去，然后就解了一条路，可以什么了？哎，跳跳跳！咻！然后这里，哇！You talk shit 啊！If I can see, I no need go 了啊，所以我要这个神活过去才可以去对面的嘛。难道我的船不能上岸的咩？左举塞啊喂，可以啊，这里头有船。Shotgun 呗。又新区域，为什么会有生的？这什么鬼来的这个？很鸡啊！哦、喂，哦，卡没哈，什么？呜呼！哇！哇哇哇哇！会爆炸了！哇，还有一只啊！你不是吧？这个什么了？活了 ！I know！ 哎呦！过来，叫你过来又不过来，哦，回来，这是着火，很烦那位，你出来啊，他又不出来哦，虚拟，丢，哇，哇呼，冲过去，哇。我用不一样的技能，很烦。哇！喂，灭喜，突然间后面有毒了，冲过去，我要死啊！这里有毒。呜呼！这个怎么解掉？哦，这个冰就好了。又有一个支线了。Spirit. Freya,
You return. Astrid. What happened to you? To your garden? The Aenhyr. My life's work rotted. My monument to your glory reduced to this. I am sorry, my queen. You need never apologize to me, old friend. I swore to keep this garden in bloom until you return. To live forever amongst its putrescence. A just punishment. I will return, Astrid. Kratos, we purge this garden of poison. 另外一个词典，哇！这个一直放毒哦，这毒是接上面吗？上面有一个宝物，还有个宝物在里面呢。这个东西借过去上面这个啊。 这个要烧了，嗯，哦，这里可以上，这里它有它的根。 Can you see if there's a way inside while you're up there? 哦，那边这里啦，我以为那个小的 ，wait， 哎呦，好多人啊喂，蹦，然后血了。 那被烧掉了，之后呢？哦，炸里面了，炸了一个了。这个里面怎么炸呢？才一个啊，我捡到，那给下去，拿了宝藏。哎，小了，宝藏还拿出来，我要黄金宝藏啦！ 哎呦，矮人钢铁，这个啊，冰钻针，嗯，这是什么？哦，这是什么？不知道。然后，咩嚟嘅？咻，又是拿宝物，我咻哦。 Shame it's broken. 怎么解啊？哎，后面呢？有一个，这里丢过去，爆！啊，到第二个了哦，就这么简单的。就现在这个，这个怎么进？没有入口了。 好啊！啊，这里有一个小洞，解完了，三个不了，这支线这么快。Let's return to Astrid. The land, it's alive. 哈哈，史上最快解的支线。It's okay, Astrid. It's time to move on. Rest in peace. Goddess, I do love you, and I you. You've done a great kindness. A temporary one. The garden will die again. 生活. All things do. That is no reason not to try. 又有一个，走啊，继续走啊。走到哪了呀？我，很多地形啊喂。应该走去外面嘛。我从这里来的吧？不是，我从。 这边上面来的嘛，走出去先拿。<笑> You know, I would have beaten you. What? Earlier, if Atreus hadn't been there. Perhaps. We could go again. 刚刚那边空间。I would rather not. I'll bet you wouldn't. 我们先走完这里先啊。这边应该剩下，这里又有一个，这是我进来的吧？ 我进来这个区的时候的这里 ，OK OK， 这样啊，嗯，先走这里。这里没东西啊。There isn't that much to tell.
I knew nothing of it at first, surely because Odin didn't expect to lose the bet. A mysterious reason had to build the entire wall in 3 turns of the season. It was two! And if he was late, he'd be owed nothing. But if he succeeded, he was promised an audience with the queen. Or so I learned one day when Odin burst into our bedchambers, raging and half drunk before noon, telling me to get dressed and go see what the mason wants. So off I went, not knowing what had truly been promised or expected. Dagger stashed in my robe for emergency. Mm-hmm. And we'll just stop there for now. 神秘通道。哦，这边有上人呢，灭了耶。You found some of my armor. 够啊，这是妖了，刚才我们拿了，这是中毒哦，哇，防御好高哦。我原本是什么？我原本呢是哦，就是我在闪的时候时间变慢了。反正我这个素材只可以拿来做这个嘛，这个损坏的腰，这个它的那个这个损坏的臂套，每一个都是。这我先做没有亏，反正不用钱的嘛。You won't get so much as a paper cut in that. 但是我现在只有一套，就是腰而已，手没有，只有20%中毒。留着先，等手好再来纠结。这复活石买一个吧。这老吴一直死，一直死的，不买复活石，玩这个拆呀玩。佛都来呀，真的是玩这款。冲破头了，走，打天黑有啊！啊！